SMS 也是这个一打二的一个局面啊。嗯，纯拼个人能力，两边都是二抓一，而且强调是两边都是天霸二抓 SMS 一，因为 HR 以前有一个他的数据嘛，是成伤最高。哎，这个支援有点大胆了，为什么不往内侧靠一靠呢？往那个贾维斯内侧靠呢？直接直直的开了下来。可能考虑到贾维斯是一把乌兹，他前面的那个枪械、哦，他刚才没有更换枪械的时候，他手上只有一把。选择还没有出枪，始终没有暴露自己。反正考虑一个华贵先给队友跪了，漂亮，三分镜。卷子这里打了一个过点，我估计天霸也是想的就是外面应该没有人了，没子弹了，快，你现在就34发，够不够用啊？好，来了波西换一，两败俱伤啊。嗯，牛 happy， 很难难。可是你找到后面那个山头，看能不能下一下。喷一个泡泡，再来一个。这近战真的是有点无敌的，泡泡一打多的能力啊，嗯，真的是很强，尤其是贴脸的距离，对，他80多分，哦，两天，哦，直接被秒了，是的，确实还是后续后劲儿有点不太足，是，嗯，他还在打鱼人的队友，鱼人，哎呀呀，凉爽，Happy 鱼子鱼人 Stay， 是的，凉爽，是的，只有我阴人的时候，怎么我还被阴了？是。我过节呀，嗯，我印一下怎么了？真的，焦阳，啊，哎呦，焦阳去扑，哎呀，焦阳，直接是，焦阳是我来接队友了，这怎么有一个人啊？接了个对手，是的，蹦蹦后座真的很好用，挡枪线。啊，但是山上出问题了，两个同时上山的队伍，但是 CCT 只上了一个人啊，玉打倒了一个，有雷可以拿，尝试拿雷先补一补，他差点两个全。你刚看小虎只有一丝，后面打要打起来的，他是啊，天天又打了一个，还能补掉。近点的话，玉还不扔雷吗？玉推了一步，然后再扔的雷，雷来了，掉这个位置，白两队全清了，他会很舒服。赶紧叫人，一时间 K 分。哦，艾七又倒一个，是的，艾七应该只剩哎，二打一，倒了一打一，是的。这个信息爆的这么多 ，DT 还在等什么？反雷了一个之后的话，局面就变成一打一了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对 ，DT 不要再等身后的队友了，两个人该上就上。是的，他再慢一点，汤都喝不上了。一颗雷漂亮，想把 RBS 淘汰。艾希的话，愚人，今天我过节，给个面子，兄弟。人应该要愚人那个厕所，可能哎，那个愚人可能想去那个厕所，这被插队了，有点难受。哎，他兜兜转转又兜回来了。我们再看看十七，这波刚过桥就来到天霸的防区。天霸这里是两个人，力很大。十七可以用雷排，用投掷物排，他不会直接进入房子的。啊，另外一侧 ，Payroll 和 CCG 终于是打起来了，两边各倒一个，但是崔笑是扶不了的状态。反观 CCG 好像有机会可以扶。Payroll 被打的好像只剩两个人了吧？火，烧到了。哦，烧倒了，后续一颗雷应该是补到伤害之后，嗯，就再加上火的伤害，对，叠加。泡泡一个人能操作吗？他有过一穿四这个时期，哎，这里还在打呢。CCG 相对来说人还是比较多的，嗯，满贯能操作起来，又打一个，嗯，蓝圈里有一个枪线，自己是知道的。刚打起耀蓝，因为他出手击倒过人，所以索菲亚这里是明牌。马哥能不能？全队的希望都在这两个干拉，再干拉连狙身上了。马哥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里可以扶人。哎，但是索菲亚这一分居然被蓝圈带走了，他打三，但是队友能扶呀，而且他这侧没人了。是的 ，4M 在攻防。哎 ，4M 这防区攻得很直啊。是的，刚好悟空人也不多嘛，可以等一等，不急，因为现在还有圈。嗯。哇，我看天路也想去，但天路你这要去的话 ，STG 都已经站好了，他撞的是 STG 的房子，啊，这个是不是盲撞？盲撞吧，这个是。进来，有一个补枪，有补枪之后的话，这样波塞直接补了，这样的话 ，STG 南边防区的人就得支援过来了，过来帮忙。是的，阿头哥应该没有时间扶。小虎能打一个。是小虎打了这个关键的人。哎呀，这边真的乱 ，4M 又有机会。但撞的是头，楼里还有一个。还有艾流，艾流上把手雷，直接起，他知道是对面。这边乱了也是，啊，十七这边还是没有找到泡泡，那始终是一个隐患。就盯着就好了，因为蓝圈过来，你在里面泡不了多久。哎呦，这里在拉香山的途中直接被击倒，然后
宁甲的一颗雷把天弟弟倒击倒，把秦墨补了，这有内鬼啊！愚人这个时候出手了，真的是乱战，全都是乱战打的。是的 ，DDT 这波失误挺大的。是的，十七屁股后面还有个独狼呢。独狼还在，你看 Pyro 听到枪声，他也要过来。Pyro 也来了，这些又被加了，真的是今天太美了。他往后跑，往后跑就会碰到 Pyro。没了，十七已经被淘汰。是的，哎，但是 Pyro 应该不知道泡泡的位置吧？这肯定不知道。哇，看到一个侧身，哎呀！直接补。马哥说：“怎么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没了呢？”这。真想不到这个位置居然还有一个对，往后撤不行，他听到后面有来车了， CTG 的车拉过来了。哇，这颗雷太准了，元帅。是的，马哥怎么办？他前有狼后有虎，原地一趴，原地一趴，中间我当个小老鼠是吗？我直接没办法，直接被发现，他趴个马路中间的旁边的石头，这不是特别明显吗？刘海碧也是出手要清掉整个全形的低部啊，站在这个山上把西边一清，清完之后没有打掉，想着自己这个情况估计想拉回去多拿点分吧。是啊，但宁家一个一发一波一逼咋直接将鱼人带走了啊。不过还顶上这个坡就可以看到侧身，周品言直接给了个周品言第一视角，我们来看下周品言能不能够通过这波拉拿到很多淘汰，先拿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个身位小心呐。是的，赶紧把火一收退回来了，剩下的问题交给队友。 OK， 明明补枪。 OK， 这个山头清空，而且脚下的人啊上不来，波波现在回到防区之后他来了，马路被扫了一个 summer。 是的，扫了一个半12，是一半的血量，要打个药。对面还留了一个小鹿，小虎也被清掉了。哎， summer 没人补啊， summer 再爬一爬。因为阿童木在架波波的那个，他没看到 summer 啊，但是他 4M 位置有点被加了呀。没事，波波这个点还好，就是他只要没雷就行。啊，小鹿在马路对面的一波架枪，击倒张德胜，这样他阿童木要去隔壁的房子去扶。FM 知不知道隔壁只有一个人啊？这个应该是知道。他现在找波波了。Summer 知道这个波波是一个人。是的，哇，他们先来找波波，先来找这个确定的人。再来个投掷物，哇，一滴血锁住了，再给个火烧不到啊，这在马桶上，没雷了，那就别扔火了呀，赶紧去清。有枪。但是有点倒了这个 timing。不要急，刚才那个张德胜已经被补了，所以只有阿童木一个人，一打二。是的，小鹿稳住。哎呦，上楼梯的 timing 差一点点被看到。对，另一侧的战斗也完成 ，CTG 哇，居然没有倒人啊，和牛海比一起清掉了 HQ。是的，阿童木退的话就没有圈。这全给补了、啊。他最后这个雷头都没有回，我以为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撤脱是一点，知道对方是残血，扔一颗反弹雷，跳窗。跳窗没听到，哇，这个雷掩盖了自己的脚步声，这一波组合技也不错啊。是的，而且这个机会还行啊 ，CTG 和牛海比打起来了，怪木可以试试上山啊。好，哎，倒了，连倒两人，没子弹了，换成队友帮忙补枪，哇，他这波换子弹的 timing 被抓住了，男蛋也没子弹了。补上枪，牛海比还有三啊，又打倒一个 ，fly 又这么远给秒了，周平安。因为周平安当时是一个人在开枪，然后队友在换子弹。忍一忍。还在救，可以救，又是打了个半血没倒。雷影也想救人，雷影想救人，他这个时候，明明去拉底坡了，明明这波，而且他拉到了个 CTG 没有封烟的位置，有没有机会？有，哇，男的这里已经被发现了，但男的是正面，明明才关键，明明这里已经出手了，看不到，还是差一点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一个背，因为那是倒地的，有一棵草，有一个绿色的草刚好挡住了明明的枪线。是的，而且 Flying 是趴着的，所以看不太真切。只要盯着 Flame 起不了身，但明明的跑位被发现了，明明想回到队友的身边。小鹿补上枪，近点小海，哎，他打石头那个人了。是的，他看到远处没有看近点。对，近点没看。Flame 现在还不动吗？知道人在车后面。小鹿能打吗？有岩壁，能打能 pick 啊！一梭子爆头啊！想 pick， 但是你架不住周平岩一梭子摁着没松啊。是的 ，Flame 手里有雷啊。一颗雷，而且楠楠好像有点想扶明明，最后被劝回来了，应该被叫回来了。对，三打一了。变成二打一了，被叫回来了。这个侧身还以前不是什么那种火铳，然后他不是只能一发嘛？然后你打完之后，哇，退，好，后面的人跟上啊。